赚了，大葱赚了。好了，今天咱们去桃园，给大家分享一下桃子为什么会出现软果呢？这块园子紧挨着崔家坟，三四百年的老坟。前几天跟大家还说了，我的灵感是哪来的？我怼着那么多的坟头子去说，我都能想到这么多事儿。需要桃苗，需要石榴科技的已经开始了，然后咱们呢外出指导需要在十一月份，大家合理安排时间。今天呢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桃子为什么会出现软果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软果呢？桃子即将采摘或者在采摘期间呢出现软果是一个很大的弊病，但凡有一点手感，轻微的手感，然后人家客商也不要的。桃子软果以后呢氧化的非常的快，坏的也特别快，无法销售。今天咱们就跟大家聊一聊桃子为什么会出现软果，然后大家的桃子在采摘期间或者还没采摘的时候出现了软果，或者是说原来这个品种呢采摘期能达到半个月二十天，结果今年呢十天然后就开始软果了。大家的果园呢如果要是有这种状况，可以评论发弹幕，咱们一起了解一下桃子为什么会出现软果。全园管理当中总结的时候，咱们必须要把一些问题总结出来，总结问题就是为了明年能更好。桃子为什么会出现软果呢？第一点就是品种原因，选择的这个品种它本身就是水溶质的，然后它软果比较快。桃子缺钙后容易出现核缝的地方软果，是不是有这种？然后核缝的地方还容易塌陷的那种，有坑的那种，这是缺钙引起的。缺钙呢一般补钙的时间就是蟹化四十天的时候是需要补钙的。缺钙是生理性的软果，但是也有一种软果还是因为今年雨水太多。咱们今年总结的大部分的问题呢都是因为雨水，但是雨水不碍事儿，有的人家就补软果，为什么呢？通风透光啊，桃树通风透光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。通风透光容易长果锈，不通风透光容易裂果，不通风透光容易软果，然后还有不通风透光，然后花叶风化质量也差。终归的原因呢还是在下碱，下碱非常的重要，我希望大家呢能重视起来，大家不要忽略这些。今年因为雨水，然后有一些果园呢确实原来它的采摘期呢是半个月二十天，结果呢缩短到了十天甚至于七天，果子还没长成个呢就已经软了。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状况？如果有，大家发评论发弹幕，然后咱们相互了解一下。再个就是强旺枝太多了，也就是咱们果树呢处于这种营养生长过剩，营养生长过剩以后呢它这些营养呢供给给枝条以后，桃子肯定吸收不到那么好的营养了，然后营养不良也会导致软果提前软果，然后果子未成熟，这种状况呢也不少。在采摘期如果遇到雨水没有做好排水工作呢，根系因为长期积水然后无法呼吸，也是导致树上的果子无法供给营养，这也是软果的原因之一。在管理当中呢，咱们果园做到通风透光，做到旱能灌涝能排，这是很关键的。之前咱们在视频中也说过建这个冷藏库，冷藏库的储存温度呢是零度，大概的温度是零度。但是咱们在采摘期如果遇到雨水怎么办呢？还是尽量把它采摘以后放冷库，可以卖库存，但是咱们不能让这个果子在树上挂到软了，软果以后就无法销售了，再也没有什么商品价值了。现在呢正是总结桃树问题的时候，全年当中最能表现问题的时候，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就发弹幕发这个评论，然后咱们相互沟通一下，相互了解一下。谢谢大家观看视频，想了解更多农业知识关注我，关注红酒果园。下期咱们分享一下桃树秋湿积肥有很多问题的，有好多朋友然后就是错误用肥了，咱们下期分享一下秋湿积肥到底怎样使用才是更合理的。